去就看到了。我都看不见，我眼泪快掉下来。你来这里穿，你不要在那里穿。来我们这里穿。好。这里那么平，你到这个人的后面穿，这里平的很。觉得我都看不到没有，那个绿的人不就站在那？你看一下，他就站在那。那里下面就是线，然后你就差不多跟介于绿线跟山顶线之间。不要骗我！绝对没骗你哦，骗你有什么好处？刚坐缆车上觉得有一度眼泪快要掉下来。为什么？那个是下面啊，那是下面。往上没有，往上看都觉得好可怕。这里没有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带你一次，因为这个照一定的坡度滑下去都很好。做深做少雨才不会受伤。妈妈还没热身呢，妈妈。妈妈还没热身。我已经热身了。说谎话对我们给我们听也没什么好处啊，因为等一下摔倒的是你又不是我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的？都是领过来。还有他鞋子有扣好吗？有哈。后面好像没扣。我不知道他那个周少爷那个是好像有。哎，他那要往哪一边啊？没错，弟弟那样是有扣哈，跟你一样吗？周是你。你干嘛啦？不要弄断哦！不要弄断哦！这一块雪站不稳。比较远。我暖完了。我有烧木头的味道，不知道从哪边传过来。对，我有。他一直在弄。不要理他。有一种味道是。姐，你热完没？有没有认真热？我看一下，我下去看一下。没有，就在下面而已啊。跟第一天刚到的雪差不多，硬硬的，硬硬的。抽抽看，硬硬的。就每个地方，我们不可能永远滑你那个新野的松雪啊，或者各种雪都要试看呢、啊。
觉得叫你用 snowboard 这种斜度可以吗？不行。不行吗？你看斑斑，他是在闹脾气还是他真的摔倒？对不对？你们 snowboard 还太新了，这种你们没办法吧？我怎么最后有四个啊？什么叫这四条？他本来有两条，但他可能人不多，所以他只开一边。他两边啊。哇，小朋友很厉害呢，很厉害呢，没啊。没啊，你可以睁开这样吗？没办法，没有那么快，他很快。是你马上下不来，怎么样？所以这样子很难哦，这样子撸啊撸很难吗？很难哦，我没有学过，所以我很好奇。我知道大概就这样，呼，这样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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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吗？很难。你看他都顶着。怎么顶着？顶着那个雪板。哦，就跟你一样，因为很重，挂着很累的。Okay. Yep. 爸爸要在那边耍赖，我们就坐车上去，再下来找他好了。那我跟你先下去喽，好吧？我有点怕。哪里怕？因为我不喜欢。那你就跟在我后面啊。还是太慢，你要跟我说。
会冷吗？头好冷。好好冷。我们看看上去斑斑还没在耍赖，要走这边哦，你要感应一下，走这边。稍微。走哪里？走这边。我不用感应的。是哦。是啊。要啦。没有地方感应。我就说你要走左边吗？豆豆是日文啊，又是外国人，有口音，现在日本人吧。你可以鼓励他一下吗？是我们上去到不了他们。我有没有从他旁边路？哦，到不了，他就更上面了。另外一边是什么？那边也是一样，只是那个车动得比我们这个慢，我记得动得比我们这个慢。那边是山的，再往回看几台就知道，看不到太远了，看不到。啊啊啊啊啊！在那个上面呢。哦，真的。对啊啊啊啊啊！在那根杆子上。对。我尾巴会往下垂一下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它没有反应，它不叫，它先听听我要讲什么。日本、台湾可能就没有那么想乌鸦，但日本乌鸦是好。哪里好？就是他们是喜欢乌鸦的。我看，不会还坐在那吧？没有吧？但我们有看到他们滑下来吗？在那，是吗？在那，爸爸在那。啊，在爸爸嘞。在那。CC，CC。好，在下面了，已经到下面了。哨兵，不会啊。这么好，耳朵啦，他耳朵要挂上去才比较容易卡，就让我们掉。这个没有帽子。我知道啊，我们戴的都是这种啊，是耳朵，要卡住你的耳朵，它比较不会掉。卡不到。卡不到吗？好香哦，那个。好斜哦。就是老师说那是黑管。嗯。就是要用反刃嘛，刃那叫刃。反着侧面来。刃。我们的侧边都是钢边。那我们可以用侧面走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很厉害的也可以滑雪学 ski 的也可以打很斜，但是我们不行。
对啊，怎么记得？可能是有水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喷出血。吃什么是好吃的？这家哦，大厨好好吃啊！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有什么了。来这里都吃炸猪排。对啊，你吃好多炸猪排。嗯，话说我肚子也有点饿。现在很饿。你很饿？我很饿。你早餐吃太少了啦。你早餐晚上没吃多少。我要吃。嗯，真快。角度的问题，我也举不起来，我放下一点。这里也有很多那个啊，跟你们教练一样的啊，蓝绿色的那种字。卡到血吗？嗯，还好吗？啊，脚会痛吗？不会。好。脚很酸。昨天雪板啊，你安全帽没有扣好。好。起来吗？要我扶你吗？可是你要这样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走，我在你后面。怎么了？
粒粒斑斑的还呢，走，下去找他们。左边，其实也还好啊，它就没有宽。是大家都被他气到不想理他了吗？宝宝也没有要跟他做。继续再往上看，上面的又比这个又更短，又更缓，所以今天就只是心理因素，因为第一天到而已，就只是因为这样而已。你在主要是干嘛玩钱？我要干嘛玩钱？你们有点肚子饿了吗？我有点饿。我也很饿。诶，不能，我的已经最大声了吗？啾啾，我们今天先吃上面这个餐厅，还是下面这个餐厅？一个112台，真的？其实我不记得每一家卖的是什么。痛，是不是有一个是卖披萨的啊？脚趾好痛，为什么？披萨好像是意大利面什么的，好像是上面这家，然后下面那家好像有那种各种什么冻啊，还有他们这里的那个那种什么东西又煮在一起的汤那一种。哦，我要去上面。哦，你是说 GoPro 那一间哦？不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下面是什么。对啦，我是说 GoPro 啦，这个上面现在我们今天还不用去啊。坐上去了，他们下不来吧？下不来了。坐那个山顶有餐厅啊，山顶有餐厅，然后山顶的餐厅就下不来了。现在就直接吃上面这一家，我们也滑一趟吧。你要滑一趟吗？反正也不用穿了，就往上走一点，走到缆车站那边进去就是餐厅哦。大家应该可以再滑一趟吧？不知道，他讲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觉得要再滑一趟吗？你要回答屁。我们再滑一趟吗？有点饿，对不对？还是你很饿？我也蛮饿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想吃的时候我再吃。我有点饿。我都可以。
你想要吃披萨啊？我都可以，我想吃炸猪排。炸猪排？那披萨就没有炸猪排呢？那你每天都吃炸猪排不腻哦？不要，今天晚上要吃炸猪排，你不要再吃炸的。今天晚上炸猪排啊，不是今天晚上，是明天。对，没开。没有人讲话吗？有人讲话吗？他听到爸爸的声音，他就在那不高兴。你鼓励他一下啦。他是不高兴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他喜欢自己住啊。不是，他刚来不就倒在那边不动，就故意不起来啊。他就今天没有滑雪板就闹脾气啊。但是问题是，这种地他如果觉得他可以 snowball， 明天就去换 snowball 来，因为就只有这边有雪啊，这边就是这么斜。他要确定他这样撸撸撸可以撸得下去就可以，他可以练啊。有点难哦。太陡啊，很难抓中心吧？是不是？很容易摔倒吧？我在想。会太陡。你这样背后这样跟我一样，你会起来，然后就起来。你就一起来就往前趴，是不是？趴。跟那个一直跌倒的。你都抓，就是抓不到点吗？很平也抓不到吗？他屁股太后面了，我觉得是他屁股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屁股太翘了。妈妈，再滑一趟吧。我们可以待会坐下去，我们去坐那个缆车，这样过去比较近，对吧？你知道的是吗？就坐另外一个缆车啦。我去问问看。弟弟在哪里、啊？弟弟就滑下去啊！哎，我们要不要坐这个？我们待会滑下去啊，坐这个缆车，那个缆车比较高，然后过去餐厅比较近。哦，你说左边的缆车？就那个、啊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圆形的，是一样滑到那个最下面。对啊，就圆形的那个房子的旁边吧。哦，旁边，然后那下面这边不是有一条缆车？就坐这条啊，这条比较高，走过去比较近啊。哦，可以吗？还是你还想多滑几趟？不要，我是身体是肚子有点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我饿了。饭还好吗？啊，饭还好吗？有点闹。不要不好吃啊！斑斑，哎，他要走。斑斑，你要跟啾啾吗？啊，走！慢慢你的脚，你帮他调一下脚，他现在都跟，他现在都开开的。走。因为本就不习惯了，我昨天才滑动过。好。啊？脚合起来，脚合起来，你那不是脚会合起来？好，走，慢慢走。
滑倒了。啊，酸哦！很酸，因为一直刹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故意滑很慢，所以我也很酸。我也好酸，我冲下去都不会酸。现在还是很酸，还是很酸。你说还在适应 ski 吗？不会吧？才滑一天 snowboard， 你就要适应 ski 了吗？再看一下地图。都好钱，那个小朋友多少钱？来的。啊？还是快快的都不会酸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。看一下。上去再用。好、啊。要跟我坐吗？要跟我坐吗？怎么样？妈妈也下来了，妈妈也下来了。哦，这车也是快的，等他跑过去，我们就赶快冲啊！Go！有没有还是冲很快，冲妈妈来了，中边哦，又有啊，有那么多，还是刚那只跟啊还跟他对话啊，他们有乌鸦的什么东西，玩个游戏里面有乌鸦，他们飞走的不跟我们讲话，嗯，为什么在那里，他一定要动一下他的屁股。啊！屁屁哦，我看到他的屁屁。好黑，屁屁好黑。黑屁股哦，飞走飞走。他不跟我们讲话，刚刚那只还有，对，黑屁以后啊。对啊，他地盘的。飞。他飞得好慢哦，其他怎么飞那么久还没到啊？是有那么远吗？哇！啊，这样。好强！他刚转一圈。转了一圈吗？哦，他在那里耶。他上去了。哇！太疯狂。那应该是老师等级耶。哇吼，好猛啊！他还从这里这样跳下去的。真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不知道到哪里。这里有人环吗？有啊，这应该是环山道。你看，环山道。这应该是高手。是吗？没有，看起来不会被吓。高手了，是吗？看起来很烂呢。你现在说高手，你现在说看起来很烂，你到底是看得出来还是看不出来？不见了，因为他好像没有飞翔。摇，哦，恐怖！哪里恐怖？突然升起。
开始动啊，跳啊跳啊跳啊，我好饿哦，我好饿，我真的好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今天就运动了两下而已，搬家也是很累的，然后他就有乖乖的绑住他的房子，现在房子掉他回家。绑手抓，我前面的不是 snowball， 是啊、哦，它的有两层诶，它有两层啊，对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懂得。这女生是高手吗？今天这是 S 型就是强的、啊，是啊、哦，这个啊，感觉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感觉很简单。我就想象，不会吧？不会就把我们的并起来，只是站的方向变横的，然后只是我们要去抓说，应该说平衡，它的平衡，我们这个站着就是稳的，他们的平衡比较重要吧。这就是新手。哇、哦，这个高手，蹦、哦，很难，摔好惨，很硬。怎么过来这里的、啊？哦，就在同一个时间跨过。对对啊，就咻就下去了。这都是新手，你看，教练带着大家，小母鸡带小鸭，但他们就会跟着做得很好。你们之前不是也是小鸭？对啊，你们一群小鸭被母鸡带着。啊，中间还有一个，wait。叫 Marie， 不是 Zachary 还是什么？什么？他想什么 ？Marie， wait， 哪里冲哪里了？他直行冲哎、欸，他直直的冲，然后最后停的时候唱，不听指挥。好久哦，拉比较高啊，它是突然上升。嗯，这里我们也可以走的、啊，就环山道啊。环山道，环山道就是绕着山比较缓的。滑这里啊？可以啊。那我今天拿雪板来滑这里。你应该拿雪板来滑这里。嗯、为什么？这转弯很多哎、欸，不好控制哎、欸。你有会转弯吗？会转弯吗？你会转弯吗？真的转弯哎，他是这样要下山的那种转弯。我连我同学赖梅华就是跟我一起滑雪的，太会了。他滑他 snowboard 啊，他每次一他滑常常摔、欸，我都要回去等他、欸。他说急转弯他很难转，这个很难呢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会转，你下得来，你可以明天也换啊。明天要不要你要不要跟板板明天一起练一下？不要不要，他只能换一次而已啊。哪有？那我只能一次。对啊。哪有？只能一次。有这样说？有，你去问了吗？啊？不是换来换去都可以吗？嗯，只能换一次。换一次？真的吗？有这个规定吗？看我用这个来滑好山道啊。感觉好玩呢。哦。为什么会有那个味道？不知道在烧什么东西。好呀。他是从另外一个缆车下来。嗯。还是跟我们一样是从这个缆车。这个缆车往右走。这样子。一定要坐这个缆车才能过来这里。嗯，是不是在这里啊？对啊。还是披萨是在上面？我在想。然后我们要拆，拆下来用走的啦。上不去呀、啊！拆下来用走的、啊，上不去呀、啊！
过来。披萨的还是要山上一点那个才有披萨、啊，我也不记得了。用爬的，正要爬上兔坪 Palace。那应该我在滑池左右边，这样我就少滑一点。是啊，我是直接叫他们坐右边，所以我们是从右边爬上来的。哎呀、啊，那我们就先进去了，来。再滑一次，因为他坐这一个走比较远，坐这个比较近。因为你没跟他讲，就跟我们讲。他自己应该知道吧？哪一个比较近？结果你们不会饿吗？就我会饿吗？今天吃那样子反而比较少。一次不够。人家说他是给你吃白饭，但我白饭只有吃一点点，所以我很饿。他平常我会吃菜，吃什么吃一大堆。他们都没有驳尾怎么放下，都没有套住他的嘴巴。好累啊。饿了，我是觉得饿了。刚刚紧张到没有时间起来。放啊，有空位就放啊，找空位放啊。你主要不买人多，趴得下去啊。哎呦！还靠着这个，我也是。你坐地上到底是怎么？你的还好，你的卡住。我再上一次啊！等会一二，一二。高哎、欸，插进就好了。不行不行，你要有点插的不够深。小心小心。